原长教堂堂道门宗师，却沦落到为燕无师差遣，不觉得有价吗？有闲心管他人性命，怎么不操心操心自己的死活呢？所以我喜教文向善，但对吕教不敢之恨，却也有金刚雷霆之威。放弃吧，魔心会慢慢侵蚀你的道心，你注定是我们魔门的人。他竟自爆魔心，强行催动凤灵原点至第十重，他疯了吗？佛出剑之三元，剑之所在，道之所依，灵犀一点，千古道心。